这穴道是眼皮刺啊、哦。我们这个针从嘴角旁边这个地上穴，外开五分的地方，刚好这个横纹颊舌呢是在我们这个骨头的这个好这个地方。那病人咬牙齿的时候，咬合你的牙齿的时候，这个肌肉会通起来，这是这个颊舌穴。我们从这个地上呢好进针啊，地上进针，那连眼针，然后提到皮层啊，提到皮层，然后我们直接在这是颊舌的地方，我们针就对着颊舌拨过去，好，头针拨过去。那这你看，可以看到这个针刚出来，就是、地上透过颊舌，一定要透到皮肤外面来啊，就透在里面啊。如果是刚开始心病的时候，记得啊，我们如果是病人是这个左边正常，右边眼皮不能动的话，我们是扎箭射，就是下颌的右手，然后右手颌骨扎在左边里。如果是病在右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好，我们叫子扎；如果是病在左边的话，我们就扎对侧啊。